忏悔尽，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生与欲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生与欲之所生，一切罪障皆忏悔。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生与欲之所生，一切罪根皆忏悔。罪从心起将心忏，心若灭时罪亦亡，心亡罪灭两俱空，是则名为真忏悔。甚深甚深妙法，广分大愿不处，身见如来极光，缘起性空极静，愿忏悔即归白净。阿弥陀佛，一切妙吉祥。我们接下来透过诚心的忏悔，让我们从所有的忏悔文诚心正忏悔忏悔法，我们一起忏悔。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生与欲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往昔所造诸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生与欲之所生，一切罪障皆忏悔。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生与欲之所生，一切罪根皆忏悔。罪从心起将心忏，心若灭时罪亦亡，心亡罪灭两俱空，是则名为真忏悔。深深深深的妙法，广寒大愿不处，身见如来极光，缘起性空极静，罪从心起将心忏，心若灭时罪亦亡，心亡罪灭两俱空，是则名为真忏悔。了解到真正的忏悔法，要从我们的自身来。所有的人，只要你有一颗诚心忏悔，必定能够改变我们生命的结构。这也就是慈悲法华念佛师在这个时代用了一个忏悔法门，让我们诚心诚意的、至诚恳切的忏悔。真正的忏悔，必定能够改变我们无始劫来所受尽的任何苦难了。祝福所有的白净旅行者，只要你有一颗至诚恳切诚心真忏悔，必定改变生命，成为一个真正的来去自如喜乐的一个人。也祝福你可以感受到心想事成的大恩典了，一切平安，一切感恩。